好，有 MC Lin 教屈機嘅時間啦。嗱，呢一條數我哋要入 program 嘅，咁點樣入咧 ？mo 撳個 program， 咁佢要揀1234啦。咁我揀let's say mo 1 2，好啦，我當呢個啦。咁你自己入翻你個計數機咧，撳 mo 6就係 program 嚟，應該跟住就揀1234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話。問號就 shift 二啦，啊 shift 三 ，shift 三就出個問號啦，咁啊如此類推啦，問號箭嘴 shift 三箭嘴 alpha A 冒號，跟住就如此類推啦，咁啊入曬去啦，咁啊雙手啦要快啲啊！跟住咧就 shift 三一 shift 三二 alpha b 等于 shift 三一 shift 三二 alpha c 等于 shift 三一 shift 三二 alpha d 等于 shift 三一 shift 三二 alpha x 等于。shift 三一 shift 三二 alpha y 等于，跟住就 alpha a alpha x 减 alpha d alpha b， 跟住就 shift 三二，咁跟住揿个 alpha m 等于，跟住 alpha m， 跟住负一次方，跟住括弧，跟住 alpha c。alpha x 減 alpha y alpha b， 跟住就 shift 三，跟住就箭嘴，跟住就 alpha x， 跟住就 shift 三四，就形成三角形。咁跟住就 alpha m， 跟住就負一次方，跟住括弧 alpha a alpha y 減 alpha d alpha c。跟住 shift 三二 alpha y 啊，咁啊入完啦，53個 step， 咁啊我哋而家出咗啦，出咗去，咁其實咧，我哋順序入咧，入呢五個數字，咁就已經可以做到答案啦，521-41，係應該係話呢度其實係兩條式嚟噶，5a+2b=11，1a-4b=11，所以你應該咧。係入呢六個數字，5 2 11 1-41。咁啊 ，program 二，5 2 11 1-4，同埋11。咁你又出到三就係個 A 啦。再撳多下負二，即係三同負二咧就係答案。answer 咧就 A apple。咁你想睇翻個答案咧就 alpha。X 你又出到係三 ，alpha y 出到負二就係呢個咁嘅答案啦。咁所以我哋咧入完個 program 咧，我哋識得擺翻靚個位，咁樣屈機咧就可以做到第四條嘅題目啦。